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了》，我是主持人阿群妹。好，大家就伫阿群妹爱去吃货吼，古时候吼，有嘛个好食的东西，阿群妹就听说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今天要同大家来分享嘅系吼，阿群妹嘅故乡苗栗笋条，吼硬得苗栗丝笋条嘅条粉丝吼。哎呀，伊博嘅，天天嘅开始有雾，睇会出来了，韩国糖果品质同好。阿群妹硬要暗好食，韩国要爱同粗糙嘅就会空腔样的部分，古时候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，有好食有空腔嘅苗栗雾，睇会了，细细格格来分享，今天节目地都要抢到嘅来宾，先来分享 any 苗栗条粉丝农夫，嘴讲不会注音，小镇林注音分享。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分享小主音来到节目当中哦，稍后来是 N 1 E V N 的来宾，来分享N 2 3小班的班长林新良班长分享。好，主持人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 苗栗条粉的芋头，其实条白条粉有种芋头的，底条白。条白无种，吃吃无种。单单都会种嘛，该东西。条白哈，因都有铁山啦哈，碰碰茶啦、梨叶啦哈、甘蔗油的啦哈，啊，雪蓬的等等啦。错，古时候条白，条粉没有当到人滴个讲种，不过其实无人贴片滴个种芋头的草帽。无草帽，条白草帽，嘿。不过夜下用微开始讲，浅浅的，上海一只镇侧用的来，水讲分太家来种芋头的，因为爱弟弟生长的，什么样的时节，没有攀亚芋头的一只季节会，对不对？对，做嘛该夜下微开始来水讲，当到农民来种芋头的呢？啊，安样啦哈，先讲下什么样的树叶噶哈，我也都两年哈，只有开始只有攀亚的季节会，啊，分太家了解个哦，芋头粉已经当到神山
你把糖豆压不掉，就会先上到台南。也是真确的哈，也是也不说按那品种来讲，全部都含的，伊咧很多台南几多好几多。没是台南来的品种，不过压下台南的不掉的品种，滴苗栗的条分，你讲两年前开始就有下大量的来生产的。哦嘿，因为挨到乡音政府爱推动的一个政策呢，哈。挨到呢，吼，就来成立一个测量的三小班。测量的三小班。系，不过挨要比成立安阳的三小班呢，一天要有讲上个多一个后生人也愿意留下来的一个创立之下呢，吼，挨到就有一种的规划性来做，让人来规划性呢，吼，挨就一起中一个叫做，但是系推广业者。中一个无为咩哈，个无事田咧就等等咩哈。以前呢哈，因为按一个产量，水土的产量较少，过一下进口进口的产量哈，不太重。因样个就想办法分啊，所以为农民采一个中一个产量，又能够讲赚钱，故说我哋都规划几下到呢哈。最大最大最重的目标，我一三年我总有三十家。哇！主要三十甲，其中有一个经济效益，啊，就会赚钱。伊啲量较多，对，就会赚钱。故说，挨到就用啊机械化去生产，哦，系从一条龙，从中头嘅一尺多，最终哈，一个宏观冷藏业，啊，故说一条龙嘅一个生产，一挨到办方也有能力去留聘人做。推广的一点哇，唔家有一次讲到也推广，所以也推广的意思系乜嘅啊？哦，早期啊，就老人家就嘅用苗仓、用秧苗哈，用苗仓，佮一般咧农民其实佮冇喂养咧，哈，其他冇大田，其乜嘅都冇咩哈，其做一通天吧，哎，鸭啊饲养嘅了哈，诶咧也个插苗株。穷养的选择，还穷养的选择。不少爱吃到安尼丰盛，因为刚刚注意没有讲好，一三年我有种三十个，按台面积。不少其实也还有动到田全部放脱嘞，不过田不用去放，其实系唔好的事情。系一个放脱来讲吧，对人一个体力、土壤呢，哈，就切唔好，挨到杀鸡就讲一早一食。
一朝一夕。哈，伊咧种水田，哈，伊咧种插苗，嘿，伊咧平常可以收得千多咧。哦，一个早的，一个迄种水伊个设备，安尼平常可以袂感受。当然一天都感受个。哦，也系冇咁严厉呀，也系冇咁严厉。哦，伊因为冇中央嘅作物，哈，平常可以冇中央，哦，故说唔安样嘅话，轮作嘅话。对一个体力和土壤呢，哈，就保持最好。我记得也挑的个剪铁的个块呀，都呢哈，其他都有做一个皮，对一个奶质非常的好。哇，古说对2015年开始都也行，2017年嘞，对对对，也6年之间，溜溜小小来种的农民，差不多几多有大概也算过嘛。哦，爱豆会生盐，哈。以铁树苗，我就以头分为咧中心点，邻村咧乡镇有包括新竹啊、花莲市咯，好个盛宴，我都有推广业者，用苗中心，个人嘛小地主大店咯，按样爱做盛宴，对，好，我一下张开始爱发展出一般农民也种的。好，一下就开始呀，有进行呀一步啊，不断赚钱。进来运动，进来参加呀，种木头的呀，红的呗，从了。嗯，不过一开始有讲到，有动到机械的设备，爱本地机械化来生产呀木头的，因为呀，其实爱台面进来种，听说就是爱用机械，呀就是农夫提供的辅导之一嘛。其实农夫唔单枪提供安尼的辅导，还有动到爱辅导的项目，作为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嘛。系，当然啦，哈。因一般人家啊办方呢吼，行来行下顺，行下强的吼，因必须爱邀请啊最威人来讲书，吼一个技术栽培啊，吼，故说我都请台南郭良昌诶，也是因国内诶木头诶专家咧。台南郭良昌诶呢，很多吴兆辉研究员咧吼，来老外的教书，也都神圣的技术。当然，唔止安样，因还要请。专业的农民，刚刚讲台南啦，后来都差不多，高雄、屏东，也都乡镇，已经就哈，人讲技术一流的人呢，哈，上来，老外都扮演呢，哈，实本地，哈，变执上来了，哈，就不说外头要有邀请安阳的人来，像有安阳以外呢，当然外头哈，就来矿太多，还有其他。个老客作个一道创伤咧，吼，就老是来入来，吼，挨到要做一个后盾，然后要创伤做后盾咧，其他就是无后顾之忧咧，吼，其他就是老技术做比好了，产量比提高了，品质高好了，农夫就会复制动到像去加个去机械化，韩国甚至加个铜炉，全部就上好诶。对对对。最坚强的后援部队就是农夫的部分。不过刚刚有讲到吼，其实也得农民全部咩去当创业，跟农民的头头啊，就会见面咩有来到诶，也三小班的班长、林班长了。林班长再同大家来讲一下，顶下个三小班，下个工作内容，因为你系班长，班长听说会当创业，你个工作内容大概系乜嘅？我喺工作内容哈，喺大部分就是用指导啊，你嘅持续嘅辅导单位去联系，哈，因为你有条嘅啊，你条分样开始冇联系也做唔得，啊，你辅导单位嚟讲联系好些，哈，国外啲家初中就会去上就会考，哦，上咧考，你要改了五条嘅一样嘅种，嘿，哦，样嘅种下，啊，你怎样发出老板言呐？嗰个就一般嘅农民技术讲，要五条嘅选择嚟用嘅嘢，啊，你样发出去推广出去，目前嚟讲，喺办方嘅几下十批，你就全部从大田哦，金条啊嘛，大田都种。哦，个各种诶病虫害防治，后来就菜鼠过来狼虫，哦，全部就掌握好些好些吼。哇！啊，过来就有安样十批以后，就带一班，真正强农，6年前呢，你讲6年前呢，6年级生、7年生，真正还有上，都8年前呢，目前有三只。半年在呢来从事咱农业，哦，本样农业哦，各种哎，
唔会断层。错。哦，安尼就也各种个辅导治疗去做，比留到安尼农村吼。农村拢当有发土啊，无了农村他们也都先将安尼的温柔啊。我阿妈在农村某一家吧，真紧啊！吃到也系农村有诶，农村青春有诶事情。啊，另外做只板状啊，就辅导俩豆俩豆诶东西啊，记得当用当用酸豆有利润，佮条后长个张酸豆有利润，让我留下来啊。真紧，可能将近按了六年的时间，听听哇，底下没有你头发呢，也胡头就按有神级，甚至还有东东抢眼的农民，捏一共种了不卡，种了家乡来继续年少安尼农业啊，安尼产业，故事吼，其实没有你头发呢，胡头会夹个片子，韩国夹个故事还有东东，爱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权妹，今天以后吃货阿权妹又来同大家来收集食的东西，就是苗栗头粉的芋头诶。大家无糖唔错个，真紧是苗栗头粉。对2015年开始就已经有滴个大量个生产芋头诶，都压下。2017已经6年，故说甚至已经有诶吼。大家就有看到韩国甚至咪开始做得食到了，生了呀。没有你头粉的芋头诶，同其他地方的芋头有乜嘅毛孔？诶，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收集一下，继续在抢板种同大家来收集吼。也没有你头粉的芋头诶，也还有种哪条品种呢？目前啊，头粉农比含咧，头粉咧产就办系注重25号诶吼。五号台南，台南五号诶。哦，就两种，两种哈。啊，过来还有种了3号诶。3号诶。哦，过来还加下今年呢，各种诶，得到只机会，然后台南各两厂诶，得到了机会来自转。哦，技术转移。诶，技术转移了，11号诶。11号诶。你看，它生了要是母的会散嘛？你看起来就汹涌汹涌啊。两个了解释了，那3号诶加用加用法哦。嗯。那咱们大部分按你了了，是来芋头茶。芋头茶，哎，专门用了3号哎。3号，3号，其实外形看起来是不是？外形看起来芋唔系茶，佮啲块强硬。哦，亲人黑豆，强硬的芋头哎。所以讲，本草纲目里边也有写到强硬头。嗯。哦，过来就话按你了下来，台湾版最重、最大哎、最大宗哎，5号哎，5号哎是专门拿做乜嘅咧？专门拿做调油。哦。佢挑油叫咩叫蛋白质哦，黑果做出来挑油哦，风味真好。哇！唔将呢条挑油工厂穿爱用5号诶，因为夹蛋白质穿过。哇！夹个底度，因为刚刚讲3号诶强硬咧，夹5号诶夹个夹黄盐，黄盐咧，所以讲叫黄盐咧，佢就合为就有蛋白质黑果。哦，最当其就拿做挑油穿好，风味真好，你啊挑油工作全部要用到5号诶，所以俺安尼就了下台湾朋友专门注重5号诶，黑多，黑多，过来了只特别好诶，今年得到诶机会啊吼，错，哦，老台南过两趟，做嘛计也会很难得到一只机会，因为唐起来也系一只东南地的机会，怎样有一只特别好做的合作，因为你啊做嘛会很难得呢，因为今年伊台南过两趟见。研发出来特别好诶，今年咱开始，今年开始在自转，哦，那么有啊，都都好，哦，啊你农会啊，然后台南各两厂联系你来讲，要来自转一下，哦，种出来呢，没挨单单啊，爱你呢，种出来呢，有咩几个亲人呢，很相应呢，啊。加讲3号诶，较细粒诶，其二比较大粒，又强硬呢，吓，加个花青素啦，哈，预防虫啦，哈，啊，佮加个香气啦，哈，蛋白质，轻松要加蛋白质又补，啊，佮说其他都综合3号诶，哈，那个老5号诶油脂点，哦，啊，佮说一下，人家都含当当这个皮羊重盐，啊，皮羊重盐。他把有创伤二叶发，按怎来大量，
哇，古上看哦，有三号的、五号的、十一号，有三种的品种的芋头的低压头粉，品质全部就同好，韩国各有其自家的用途。一下，加下竟然讲到一用途吼，一下就要来讲产品了。加下又讲到芋头茶，就喺牙漱口入边。睇下看到入边吼，阿全部牙齿都像一假鼻，像用色暗沉，有冇？系啊系啊，韩国披起来。因为有其配过的叫做香蜜哦，古说呀，芋头茶很用的来做，你请班长同大家来讲一下。芋头茶用安用炒的，所以讲自己上头的，请请人的上头拿来炒，炒多其必改必改啊，捏起来，捏起来啊，用变到有咖啡色咖啡色的，哦，咖啡色，安尼用小滚水冲就好诶，从那里就再加花青素，非常的高。花青素，嘿，老家个种的益品通啊，各家个蛋白质，全部马上都得稀释出来。真的，这个你就知道这种东西养生的茶以后啊。韩国亚真饮就系无咖啡因，韩国米是有冬虫的茶哦，唔会吃到有这种咖啡因的味道，不过是很香的。韩国爱吃到有一些的甜甜的米，是会滴再米出来。啊，对对。本身呢，你体味米起呢，第一无加嘛，加东西全部加。就是本身的米是就爱。本身自己米起人，所以讲体味加这种嘞。加营养成分当哦，所以讲你哈芋头，大家讲个养生道，养生道，所以爱豆就尽量做到讲安样的品质啦。嗯，跟拿去拿去泡茶，跟存下来也体会用的来处理。那泡茶的话，一般爱豆就会建议大家准备一下哈。泡茶泡的纯的体味，就拿大枪色木大嗓。大枪色木大嗓。嘿，就拿的颜色叫木大嗓。咩东香？嘿，跟咩东香当我就有木暗暗的啦。哦，因为伊遐草高诶，有金果水诶。诶，就金果水了就木暗暗，有一好食啦。做得拿来做冷搭来食，好无？诶，那做冷搭啊，就剩下就讲啊，肚腰咩出一出来也爆啦。哦，做点心就错诶，刚好讲也是三号做诶。韩国山下来也有一只芋头的大嘅头呢，这件系看起来像芝麻糊一样糊糊的，白色咧，也系用几多号的芋头？今日到点目前就用上五号的来做，五号的来做，做嘛该要用五号的来做呢？做唔得用三号的来做嘿？因为三号的强人啊哈，佮强人佮大就不只是他强。木香米啦，因为在香米啊，五号的自家加各种的，好好喝啊！自家又吃甜啊，加蛋白质高啊，吼！啊，加大头呢，大头呢又较香，植物性蛋白质，植物性蛋白质，只讲人工的呢，又等于哪讲，反正唔种个乜个。那个蛋白质按高，然后跟牛肉的蛋白质同样哦，真紧哦。嘿，所以一只个动物蛋白质，植物蛋白，所以讲治疗讲呢，啊，而且这植物蛋白，我们是动物蛋白啊。有上是说，动物性的蛋白质有可能对人身体的负担会较重，哎，你说植物性的就较健康。凤头的，老一个绿头的呢。记住，系淀粉。淀粉它多。啊，人家芋头的多种脂肪的。记住，系一个蛋白质。蛋白质很重要，一啥系淀粉，一啥系蛋白质。哇，你讲很重要啊！我知道，入芋头的嘅头呢，吼，食起来比黄头的嘅头呢，有多一种味道，冻香的味是。太香，比黄头还香。韩国人胖子重要咩？懂得。对对。韩国生下来就系呀。炒叔叔的，也系嘛个？佮也目前还没炒叔叔，挨到那个那个叫黑豆叔啊，也就拿你台湾自家正版共同的研发出来的。哦，那黑豆叔啊，哈，挨到就用五号的来做，佮也无添加任何的添加物。无添加任何物就暗熊，就安尼就用熊熊用烘焙机。哇！用烘焙机烘出来的东西啊，吼，就讲挨到穿咧注重讲，安尼是安尼问题，安尼各种的健康的问题是健康，所以讲你养生都唔会来添加任何的食品，容易会破坏健美。所以讲记住做安养型的，就用原最原始的。最原味，亚瑟你会停下来呢？老多年头要见识见长啊，见识见年多呀，见识见年多，见识见年多呀。这个，这个，俺呢就讲泡下午茶，侬嘛来吼，来吃了吼，
我们可以喝芋头的那列的下午茶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喝一杯芋头茶，再搁放一杯芋头的汤呢，还搁再搁放呀黑豆酥，还搁撒好来青葱油，唔单枪油呀，黑豆酥还有黑豆的方块酥呀。也咩嘿呀，农夫又出山的呀，产品是嘛？假砧板哈，假砧板，假砧板做诶。系呀，迄方块酥呢哈，啊，最有啊，比较的有康硬的诶。嗯。啊，留到比较年纪较壮的呢哈，因此会介绍啊，另外一种的产品，本就是基本是都就唔会牙齿不咬唔落。不过哎呀，唔会啦，佮就讲系太夸张讲诶啊。不过就一啥系康硬。一啥系卡很软呢？嗯，要同香葱，哎，你饭后同用诶。对，哈，做啦，安尼爆米肠都不想，现在不想放。超同好食，古早其实农夫地都含有假砧板。嗯，诶，假砧板呢，哈，像诶一个方块酥呀，其实制作的呢，哈，其实我想先讲，哎，用唔太会假乜嘅东西，甚至老太嘅介绍下就讲。有芋头诶，哈，唔单止三明治啦，黑豆包子啦，哈，还个还等等的哈，全部三明治，全部都做会得了，哈，就加落去，加蜂蜜无重要，其用诶原料无重要，一撒黑色呗。一撒黑枣诶，哎呀，切粉片的，不过做出就好吃。嘿，有懂得料理的可能，像诶你头前没有准备呀，这个黑豆塔是不是？哎，这片呢黑豆塔，嗯，呀黑豆塔呢哈，诶，给你看看面蛋糕诶，有一些的，像迄软软的芋头诶样诶，呀就黑色呗，色呗，色呗种诶，呀片呢呢哈。一个焦糖诶，焦糖，哎，焦糖啊，地瓜，哎，黑豆地瓜酥，哦，呀，地瓜有番薯，哎，有番薯，哦，呀，就蛋糕诶，蛋糕就用一种诶，哦，就用切切诶，切切诶，无重要。嗯，古时候你看吼，呀，芋头诶，唔单止空片，做呀无去用诶大批，还做得做出无去用诶点心，本来家来品尝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。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！我是综艺圈阿权妹，今日阿权妹会同大家来介绍几好牙苗栗，嘛牙骨熊啦，牙骨熊苗栗吼，也一包个有芋头的了，还个有空腔，有暗号声的，所以听说会同大家来分享。刚刚有讲到吼，有号声，又做得拿来做食的茶的东西，食茶还个食汤呢，也还做得拿来做蛋黄酥，生了呀芋头会同蛋黄酥哎。用了给他阿 Q 妹问他来看一下，呀，底度啊，就有呀芋头的多底杯呢。哎，对呀，哈，哎，人家假砧板呢，哈，他家就啊集思广益，哈，绞尽脑汁，哈，就讲，用来捞一种产品，做比蜂蜜又好。嗯。呀，芋头的哈养生的东西，又适合安尼，都是好度哈。啊，不，身体也一个健康的哈，不说大众商品哈，做出来的哈，又香又色啊，色度又非常的可口哈。真的，因为一般人说的蛋黄酥，加低度薄的红豆泥啊，对，就会较甜一些嘞。不过要芋头的，有给淡淡的香味，还有因为也很软呢，是足够的。故说其实吃起来是有一点点嚼劲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绵绵软软 Q Q 的感觉。又是哈，不过又不会暗甜。哎呀，错。再个加呀，低度的这个咸蛋黄，没黑 Q 用董厚生，不会细咸的咸卵卵。董厚生呢？董厚生哈，哎呀，中秋节呢哈，就很搞正版的哈，多做本哎呀个小皮炸的片肠啊。真的，董 T P 梦想中你看，像呀。芋头会做得做暗的东西，其实唔单像暗的芋头会加哈注意没有讲的吼，咩做得拿来腌菜，其实根本你咪有带呀食谱的部分，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好冇？人家做秋年嘛，哈，又请人家个国内的哈，一个美食专家呢哈，阿芳老师呢，都现场还现场呢哈，去老外开发出中。一个用一个芋头来做麦的料理，吼，加虾仁啦，吼，
猪肉啦，等等某个东西，搿种糯米做出来，完全无重要，凉拌没有，凉拌没有，哎，非常的多样多样化，黑豆有时也会发好来，都会有食谱呢，哈，哎，大家哈，也可以啊，都买啊，农夫啊，所持也做得好来，都愿意啊，本大家呢，哈，因为过去人就讲。芋头就泡芋头酒，天天其他唔得样嘅嚟做啊料理嚟食呢，哈，人家嚟做一食谱出来就本太重咧，哈，能够利用嘅少。真劲，其实我吃到有懂到全部就懂相应食咯，凉拌黑豆啊，酱煮黑豆哦，韩国有黑豆泥白肉三明治，韩真系拿来同样西方嘅东西来做结合，对，韩国有芋头诶莲子隔壁糖跟。莲子一起哦，芋头还没做得做鸡酒，错啊错啊错哦，给当好食的哦，还有芋头的酒鲜虾米糕，其实呀芋头的整个做的料理的地方又多多呢，出家己可以讲结合所有安尼伊个米色的东西，然后就用米色点心，全部就做得又空间。对，古时候其实也空间的东西，当然其中的丰盛面爱当空间，古时候也还就会轮换一下品种吼。其实也中午头诶，清凉讲用清甜盐的方式，韩国没有讲，他没有讲到爱放一个虫海，古时候用呀这个一水一干的方式来做，给差不多。中的时期，中的热的某些嘛个时节，比如讲，你讲一开始爱先种水稻嘛，系啊，水稻差不多嘛个时节，一期就讲安尼就差不多，安尼苗栗烟，苗栗烟台湾那边在台湾第三月初开始施田嘛，三月初开始，三月初施田啊，个是水烟嘛，嗯，水烟都国无加下黑，差不多七月，七八月的国无的嘛，嗯，咁我过那天咪记。就开始来了，就准备种芋头了。因为之前的前面个端起水的东西，我咧芋头有那花的东西，所以一直喺那禾本科，一直那阔叶哈，所以夹科目又冇重要。嘛，该冇重要。夹个植物的科目啊。啊，科目不一样，剑门纲目科属种的科不一样。又冇重要啊。所以讲夹品种开始用的东西全部冇重要。所以讲佮按你来讲。遐农夫送出遐只产品啦，讲遐产业来讲，度度好，半夜的，哦，度度半夜的哦，挨到就差不多田野之态嘞，引起的二次田野之态嘞，哦，又度度在空窗期啊，对，又创造了只强农优势好多啊，我大概往年挨到，挨到强农冇干冇啥啦，嘿，农旱时节冇干冇啥，冇旱呢直接做到个业务书啊。啊！佮旱啊时间无干无啥，就出酒啊。所以讲，只农夫又按按好喎，又推广了咋。所以说一种啊出来就半夜嘞又都旱了，就来种芋头诶。我只芋头种落去，就挨条房子也全部依照啊你政府的政策。嗯。然后你啊室温哦，控制到一八五八十度以后啊。嗯。因为像挨条啊，一种诶要上课。还会上课，系啊，上课啊，上课，芋头诶，无上课，唔伫食，佮同来食新鲜嘛。错。啊，上课上到八点钟，系吴兆辉吴博士来。嗯。啊，在邀请你来上了到八点钟嘅课程。嗯。八点钟课程咧就讲上台就讲就会上安尼田园管理。嗯。然后品种可以防止。错。哦，再就问题就会讲我人阿条工作当好。哦，后来你要个咩，你做咩有备用哦？因为你啊，农业有自保所之后去推荐用药哦。嗯。哦，所以讲起就了八点钟的教育训练，爱上两条。嗯。啊，过后挨到就爱种落去，就了一手臂就照正常讲的了，博士讲的来做。嗯。做好诶，当挨到都是一年代就开始割了。嘿，爱来收成。哦，挨到反正几下先摊子挨到。办六十日，二菜熟六十日啦。嗯，做唔得到那个做病虫嘛？六十日之前，菜熟前六十日，对，做唔得，做唔得用药也用物嘅，两三年时间。所以讲，其实药嘅也是限制咗当然，一冇物嘅药好用。唔过坦讲吼，六十日系贵添。唔过清明一采熟过后，还系要去做检验，错冇？对，即系清除都。
菜熟，芒菜熟哦，我讲菜熟哦，芒菜熟哦。芒菜熟就显松蔫诶。农比就我落了，农比老个老，如果来讲，那叫菜熟，快速就松了，哎，那就快速就僵蔫，僵蔫了。米汁扮演做僵，米汁扮演诶，对，爱符合政府311项诶，啊，无农药残留诶，哈，也合格以后，佮厂商咩要求啊，如何样个证件？好，故说人家哈用政府推荐安全用药，哈尽量少用，哈不过伊咧安全咧，伊咧方便咧咧，哈挨到啊送检，检验合格以后挨到同时将可以办一个食品厂，哇，前面一股多几后半段几要做一个酱油一道咧，伊咧食安咧问题，好故说前面会要求按契约契约个厂商咧哈来做一个批核。不过呀，天天的善良有问题呢，很偏偏想爱乡下这个友善跟作为方式来，天天的经常。唔像你啊，目前来讲，啊扮演来讲，你要天天银行都友善管理，今年没有做友善管理啦。啊，就每天像哦，啊你就用啊有东西监察，啊就你啊今年开始就慢慢做到友善了，你啊政府又送友善都有机了，啊就一停的行动，我你啊今年也种好多。哦，山羊咩唔会大啊，油山羊。你讲油山咧，山羊咪大，其实系今年嚟讲，山羊咩好发嚟哦，好发嚟，佢唔敢去选啊，唔敢去选，到底要做贡献吼。哦，我就选咗加成绩，唔会输喺当时预估嘅加成绩啦。哇！所以讲，做嚟讲，我今年也有做到嘅，我做嗰种嘅也贡献嘅，种嘅生产能力。生产能力就讲，加政府推咱们哦，那4张1Q啊，对，阿就本身就有 Q 啊，靠，嗯，啊4张1Q， 该4张也在也在生产能力啊，今年也得做做的啊，嗯，因为这按用当做了，阿你俩在台湾食品呐，在台湾食品的东西，阿当又发土矿老去，管控到阿你的轻安全。冇唔錯，穿安全的品質又好，品質又好。韓國很有動作，同優秀的體操上同意啊，就買呀副體位來做體育，好嘛？係錯啊！一開始我就咁啊投入啊，老闆方啊帶定來啊去投入一隻啊事業的目的，做我後半段啊手術上，我要留啊一個啊國內啊知名的做體育的工廠咧，哈。合作，甚至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我就老人家关系的李记匠人呢，啊，又给种下头发给老南普拿，后背给老人菜地来拿呢，哈，又啊老人合作，啊，一下就开始他个合作起来。当然后半段我就下呢爱潜到下度的厂商。愿意来老外度做合作嘅话，佢也到前半段咧生产咧，好就面积就可以建筑变化。好，但政府嘅也加强佢政府嘅一啲测量嘅一啲政策。好，也对人家度来讲嘅话，啊，后生人佢也如何诶做得也多留喺啊农村咧，好佢嘅生计，啊有办法好做下去呢，我相信对大家做系非常好。都好啦，故说阿舅妹真劲好，非常推荐大家，我来多多支持 Any Melody 头粉的舞台位，今晚有咩什么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？啊，谢谢各位。没什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有时空休息一下，等下听听圆通欣赏，听好了做圆通了。